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梅开塔超能实验室，我是 MB 大爷，改变世界的。来来来，你先别改变世界。What happened？三天后，我给你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。要解决男厕所尿液溅出的问题，关键在于瞄准。男性千百年来的进化，却依旧无法掩盖喜欢瞄准的动物本能。只要在小便池内放入可供瞄准的目标，就能引导体内的洪水涌向正确的地方。如果仅仅是这样，未免有些无趣。所以我特别制作了打地鼠作曲版尖叫鸡小便吸引器。七个形神各异的尖叫鸡此起彼伏地挑逗你，以前你肆意喷洒的尿液从此将成为你珍贵的弹药。能不能更有趣？我在每个尖叫鸡的下方都加了一个水滴传感器，水滴传感器又连着 Arduino 板和 MP3 模块，当水流射中尖叫鸡，水滴传感器就产生信号，并把信号传给 Arduino 板，阿丁诺版指挥 MP3 模块播放优美的乐章。把舵机安装在机头的下方，用来控制机头的起伏。为了防水，我把所有的元件都放在了这个盒子里。这个红外感应装置用来检测人靠近，以便启动系统。扬声器用来播放演奏的动人乐章。实现了这些功能，尖叫鸡小便吸引器就完成了。我要隆重地宣布，第一届卫生间的肖邦一等奖的获奖者，旋律动听指数89，当月溅出量小于10毫升，他就是嗨枪旺。改变世界的感觉就是这么奇妙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。喜欢的话别忘记订阅哦。在上一期的视频中， MB 大爷自制手机监狱，一秒1000发水弹啪啪啪打脸，谁都别想玩手机。关注我们，回复手机监狱一探究竟。